今日话题，小狗为什么喜欢坐车？我曾看到过科普，说每个小狗的性格其实都不一样，它们有的安静，有的活泼，甚至可能每一只小狗喜欢做的事情都不同。但是我发现，几乎所有的小狗都很喜欢坐车。我思考了后才明白，小狗为什么喜欢坐车呢？小狗的世界很小，它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默默地等待你回家。每当你开车出门后，它们都会在门口手足无措很久。即使你在家，它也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着你玩手机。可是当你带它坐车出去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你们可以在一起玩很久的时间，这些时间内你们只陪伴彼此，一起散步，一起认识新的朋友，一起去探索很多你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而这些地方都是他不坐车这辈子都无法到达的地方，也是他在家无法体会到的陪伴体验。所以小狗怎么可能不喜欢坐车呢？只有坐车出去之后，你的时间才完完全全只属于他。